范大人，末将有失远迎。天将军，事关紧急，有任务要交代。范大人，请讲。请你速速挑选8000精兵，随时待命，事关皇上安危，切勿走漏风声。范大人放心，天某这就去办。 镇国太公府范二娘觐见太后，请稍候。启禀太后，镇国老太公府范二娘求见。传，请。 范二娘拜见太后，家兄临行前嘱托军情。 特向太后禀报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后，二娘刚刚获悉，刘太傅、毕进士等人欲发动政变，行刺皇上。你说什么？后天午时一刻，他们将于西夏杀手里应外合。家兄暂不想惊动皇上，特意着我禀告太后，请太后速速想办法应对。 我的儿，这事你可拿得准？家兄斩获齐王密信，叛军在城外宝丰村聚集。皇上还在病中，此时暂且不要惊动他。宝丰村这批叛军不易打草惊蛇，要一网打尽这些乱臣贼子。目前宫中只有一人可以启用。